谢谢佩霞。好，各位看得清楚吗？我的投影。好，各位102区域的领导，各位区领导、分区领导，还有我们分会的领导，很高兴受邀担任这一次如何筹办口才训练课程的工作坊。如何筹办口才训练课程，它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课程来的，所以一直以来我都一直在推广怎样把口才课程办得更加的细致，更加的细腻，最重要就是要增援。然后这一次当筹委会主席邀请我担任这一次口才课程的分享嘉宾之一，我就当下的就答应了，而且能够跟智利和丽文同台，哎，是一个无比的荣幸啊，谢谢他们。各位，到底是什么是口才训练课程？刚才丽文已经跟大家讲了，各位，没有办口才课程，我的分会会死吗？就会倒掉吗？啊，不一定。但是如果你有口才训练课程，你这个分会的增援你就多一个路径了，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多一个选择。你不一定要办，但是如果你办了，你的分会的这一个，我讲你的分会的教育的元素会更加的多元化。口才课程啊，这个是传统的手册版，成功沟通系列的其中一个手册。我们有成功领导系列，它有六本啊，我的分会陆陆续续在买热了，我们也打算再开办这样的一个工作坊。还有成功沟通系列，我们曾经办了从讲员到培训师，有打算今年再办 from speaker to trainer 实体的。口才课程就是其中的一个，包括评论的艺术，如何有效的聆听，这个弹性思维和创意思维都是成功沟通系列课程的手册。对我来讲，口才训练课程它的目标重点就是在增援。各位，如果你参加讲演会，除了你担任备稿讲员、担任评论员、担任例会的职务，甚至你参加比赛，甚至你担任分会的执委，这样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是办课程。口才训练课程和青少年领袖培训课程，你可以成为这两个课程的课程协调员或者是助教，让你的分会的教育元素更加的多姿多彩。所以协调员一定是以分会的名誉来主办的，刚才丽文有提到了，因为名正言顺，你可以当作是一个年度盛事，因为要让会友总动员，所以协调员的职责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诚如一鸣刚才这么紧张，就是因为他知道协调员不容易做，所以你既然拿了这个彩头，你就要出师有名，而且你要得到祝福。也就是在座的各位不要太天真，当你的分会的会友都不支持你，甚至你的分会的执委他也不支持你，千万不要办。各位，你没有得到祝福，你办这个课程是单打独斗的，而且可能你会因为办了这个课程你没有得到祝福而离开讲演会，这个是很不明智的。所以课程协调员、会长还有执委会和全体会员是这个课程很关键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这三个铁金三角没有办法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可以去观摩，去其他的友会观摩，看多几次，一定要在天时地利人和你才来办。不然特别是你的分会没有办过的话，你冒冒然你一个人要拿那个大旗，你拿得起我非常支持你，但是如果你没有得到其他的祝福，特别是会长和执委会，我不建议你办，因为你的下场会很难看。好，我先把不好的讲出来，因为我遇到太多了。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今天我们的一般的也是根据这一套口册的内容把它转变成电子版，就是 digital。
它的整个内容基本上 90% 都是来自我们源自于手册。所以口才课程的 优势就是便捷有效，真言的利器，明确目标，明确它就是让他们来参加，来学基本的口才的一个基本功。各位，在1999年当新山讲演会在办这个 Speak Club 的时候是没有中文的翻译的，这个口才训练课程的这个翻译要谢谢陈德贤，新山讲演会的第三任会长啊，就是他把这个翻译出来，然后也定了这个名字。所以当2000年我踏进新山讲演会的会所的时候，上面就一个很大的布条，口才训练课程招生啊，当时我是 walk in 的，我不是因为口才课程才加入讲演会，但是后来我就积极的在推广，因为我相信他这个课程有他的非常独特之处，甚至其很多的市场上名师，他所谓的口才班什么班什么班，都以我们的口才训练课程为蓝本，各位啊，所以最重要，他很意义宣传，因为现在市场的需求很大。因为超级演说家、直播网红、职场的沟通、自我的增值都 不得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提醒我们，沟通演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大学生，他们都要做不时的在做这个 presentation 简报，甚至汇报他的目标、他的愿景、他的项目。它有七个价值，第一个就是克服恐惧情绪啊，在我办过这么多场的课程啊，不时都有某某会馆、某某社团的领导，因为下一届他可能要做这个社团的领导了，他临时来上口才课程，他直接讲啊，明年我就要借这个会馆或者借这个社团的主席了，甚至会长了啊，常常要讲话。所以他看到口才课程他来报名了，当然建立你的自信心。所以口才课程吸引无数的人士，包括有退休人士，因为他希望能够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平台，学习的平台，也有在职的人士，希望他能够更好的建立自己的自信心，提升沟通技巧，这个是不在话下，而且是全面的。到底是学员受惠还是协调员受惠呢？各位，你办过了你才知道，真正的最大的受惠者就是协调员所带领的这个团队，而学员呢，他成为我们的一个培训的一个目标，增强演说能力。各位，你要把你的演说再升级，你一定要接任口才训练课程协调员这个工作。如果你认为你目前还没有办法胜任，没关系，你先做助理协调员，做协调员的 小助手，下一个就是你。所以我也期待你成为下一个协调员，组织逻辑思维，包括里面有评论环节，有不时的你要跟这一个学员来做互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临场反应。就像刚才的问答环节，很多题目是没有在这个手册里面的，展现你的说服力，怎样让台上的你跟台下的学员、台下的观众，他跟你是陌生人，有很好的互动呢？这个在例会是学不到的。圆融的人际关系，透过口才课程的确你可以认识你把你的人脉给拓展了，更多的平台、更多的圈子，你更容易参与和融入。再重复一点，对我来说，口才训练课程它就是真言，它的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认识讲演会，认识我们所属的分会，来参与，来加入我们的分会。学员、讲员、分会全部都在受惠，所以各位，一个课程三赢，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提升沟通技巧对学员来讲
是在所啊，在所不为了啊。最近我这两三届来，大家我的分会群策群力，所以我们的分会的会友的平均年龄，你从照片都可以看得出来，都一直在走下啊，都在下降，都在30+左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对讲员来讲，提升你的演说技巧，因为你不是在对着分会的会友演讲，因为我们分会的会友都很慈祥，那个都是对笑容可掬，但是你对的是公众新朋友，你不认识的，所以你的演说技巧是很好的提升的。对分会来讲，让公众认识讲演会，让我们的公众多一点来认识我们的分会，增加我们分会的曝光度，持续精进，每一个课程都一直在推动着，甚至有些课程还没有发新闻稿啊，对不起，已经招生满额了，我们的目标都是10了，所以增强分会的凝聚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我提到，不鼓励协调员单打独斗，哪怕你很强，所有的内容你都可以讲，各位，这个不是你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借助这个口才课程，让我的分会团队凝聚上来，而且越来越强大，这个才是口才课程的最大的幕后的一个动机。增强分会的凝聚力，这个是很重要的。甚至协调员跟学员打成一片，各位，你讲他们会不加入吗？他没有不加入的理由，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哪怕是 MCO 期间，在适当的场合，我们都一直在办聚会，跟新会友一直办一些聚会，这个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增加新会友跟资深会友的凝聚力，然后最后成果就出来了。这个是8月31号新山精进讲演会的 DCB 三分旁边那个50，是因为这9年来的累计的效果。所以这目前因为几届会长和文教非常的用心，所以我们的流失减少，会员就一直在增加，所以目前我们的会员人数是50，但是50不是自满，而是他要朝向下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他更稳健的在成长。当你有人，你就可以，你就不怕没有有事没人做了。所以再回来，你的目标在哪里？你这一届在座的各位，你是分会的领导，你这一届的目标是什么？啊，虽然我们已经50了，口才课程会不会停？不会停，因为现在已经有3到4位，我有听到会长有在提，已经有人要准备要报名了，所以口才课程一样在办了，因为人还是会流失的。各位，你要办这个课程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相信。你不相信他没关系 ，next， 你先不要办，等你去了解了以后，认识了以后，你才来办。你甚至要约我喝杯咖啡，我都很乐意的，我很乐意跟你分享。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他，你才来办。口才课程的特征，3个环节：即席演说、备稿演讲和备稿评论，非常重要，缺一不可。所以这个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当然课程有很多不同的学习重点，一般的它更好的一个互动啊，只是我觉得一般的可以再加强的，就是它目前只有英文版，所以呢，一般的跟学员可以很好的一个互动啊。在过去我们也买了，我的分会也买了3套，所以在更了解一般的整个布局以及整个编排，它的确，各位，你一定要相信国际讲演会的这一个教育团队，他们是很认真很用心的在编排我们的课程，绝对不是马马虎虎的，各位，他们是有大数据的，全世界的大数据的。口才课程它是富有弹性的，4堂课、6堂课和8堂课，我鼓励4堂课，基本上我的分会22届只有19届，只有3届是跑1天的，其他都是4堂课，因为它最有效，成功增援的比例最高，甚至100%，
九个学员全部加入，我们都有过这样的记录。但是口才课程落户了大马，百花齐放，花枝招展，有半天的，四个小时，有一天的，八个小时，有两天的，十六个小时，或者一个例会同步的，各位哪一个最好？都很好，只要你用得好，明白我的意思吗？在座的各位，你一年可以办两场四场都没有问题的。精进讲演会基本上的目标是两场到三场，一年一届了啊，我们的目标是每一场呢是8到12个学员。为什么？因为电子配套五个学员，我鼓励你两组。因为如果你只有五个学员，不小心那一堂课两个或者是三个缺席的话，各位互动性不理想，到时候真的是老师比学生还要多，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建议你多一点。当然你有速成班，但是我用过了三次，我不鼓励了，过于紧凑，很赶场，而且效果不理想。哦，还是四堂课的是循序渐进，效果显著。因为它是学习体验，学员优先，所以每一堂课它都让学员有很好的一个来尝试上台，习惯例会模式。因为你四堂课它的时间跟例会的时间一样，而且都在晚上，它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更融入，更容易融入例会。四堂课第一堂课只有即席演说，学员上台，到了第二堂课学员要呈现即席演说，再加上备稿演讲单元一。到了第三堂课，学员要呈现即席演说加备稿演讲，再加上介绍讲员，这个是我们的编排。到了第四堂课就是结业礼，学员要担任司仪，分别担任司仪、即席主持、总评论，有些担任备稿讲员，有些担任即席讲员，有些担任备稿评论员。所以学员当天的工作量可能是两个的，也就是说让他习惯了这样的一个例会模式，学员的上台演讲的时间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是我建议的，而不是讲员的时间越来越多，这个是不对的，已经本末倒置了。当然你可以透过报章电台来做宣传，刚才我讲的都是后话，如果你没有人进来，刚才的都是仅供参考，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可以透过报章电台甚至社团组织来联办都行啊。当然精进的要求都是精进讲演会，我们都会跟美国订购这个这个参与证书和结业证书。所以再回到我的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在座的各位，你办口才课程的目标是什么？动机何在？一定要明确，招新攻略。所以当协调员出来了，协调员说我愿意要担任这一次口才课程的协调员，你开始要做些什么？你要有一个招生简章，基本的东西，投名状啊，各位啊，你的招生简章你要出来了，开始要动员。你可以透过哪里？如果你在槟城，除了报章的新闻稿，你可以透过这一些的吹水站，这些的，比如说你在槟城啊来发布，你在吉隆坡，你在新山地区啊，这个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但是都宣传了以后没有反应怎么办？各位，谁跟你讲新闻稿出来了，电台发布了，吹水站50个我都也发了，一定要有人给你报名呢？有时候真的就是这么巧，反应欠佳。各位，增援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分会的会员，不管是明辉，不管是佩霞，他们透过他们的圈子去动员他的分会来增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的朋友相信明辉来到这个分会，他有没有来到这里他不是陌生人，他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兄弟，有一个同学或者一个同事在这里，好像有人罩着我啊，
他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他就比较有安全感。所以透过分会的会友去增援，我可以跟你讲，各位，过去精进每一次的口才课程都是八到十二位，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分会的会友去动员的，透过报章广告，透过面子书，透过这些吹水站的社交平台来的，大概是占了20%到30%，70%以上都是会员转介绍。所以也考验协调员怎样应对，就等于你在卖口才课程，这个时候协调员他的身份是口才课程的宣传大使、推广大使，甚至讲的不好听一点叫做推销员，你就是课程的推销员，怎样把课程卖出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课程四也是我们很注重的，关键人物、特约嘉宾，他要来分享他的心路历程，从加入前跟加入之后他有什么蜕变，还有简介国际讲演会，这一个讲员是非常重要的，能够邀请分区总监、区总监当然是最好，如果刚好他们没有办法时间上配合不到，卸任会长或者是前会长都行。入会表格这时候就要关门放狗了，怎样缔结成交啊？没有签下这个生死状的是离不开的。所以你的目标是什么？办口才课程，你一定要很清楚的告诉你自己，你是为什么而办，这个时候你的使命感才会强。你绝对不是佩霞叫我办我就办咯，我办给佩霞，各位，你一定会死得很难看。在座的协调员，你一定要清楚，我的分会增援，我的分会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担任下一届的执委，这些都是办口才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啊，这个是在19年我去到古晋做分享，啊，古晋他就会会前替我做宣传，会后又再替我做宣传。所以各位，你的宣传是，当然这个平面媒体可能对年轻的已经没有什么在看了，但是它最起码它留作一个记录。所以在这里，在还没有进入这个课程之前，很重要的，你清清楚楚了解这个课程，你会欲罢不能，你会跟我一样爱死它。所以每一届在办乐此不彼，你会觉得办这个课程是非常的有这个使命感的。所以我祝大家成功开课，谢谢大家。谢谢讲师黄正杰 DTM 开课，大家准备好吗？听了正杰讲师有效的分享如何筹办口才训练班，大家是不是有所行动了呢？但是也有一些疑问，没关系，我们今天等一下有请讲师来为大家解答。我们现在把这个环节交给问答环节主持人蔡明辉来主持，有请。好，谢谢佩霞。那我这里有收集到一些提问哈，这样想请问一下讲师啊，正杰大哥啊，第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是已经是讲演会会员了，但是想要参啊，就是有兴趣要参加这个 Digital Bundle 的话，是可以的吗？啊，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是已经是会员了，他就是可以启动我们的 Pathway 啊，就不需要再多此一举，再来回来这个 Digital Bundle。除非你的 Digital Bundle 正如刚才俊鹏大哥所讲的，可能我只招到，我买了两套，我只招到八个学员，还有两个空档啊，这个我们就不要浪费啊。但是是不是可以 login？ 如果他 login 的 pathway 同样的 email， 好像是不可以回到 Digital Bundle 的啊。但是我是个人认为不需要再多此一举了，这个纯粹我的看法，因为他有他的辅导员，可以跟辅导员有更好的一个互动。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我们的问问题的会有会满意吗？
好的，谢谢这个解答哈。那同样的 email 能不能用来启动这个 digital bundle 呢？这个我们要试过才知道哈。是。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现在既然买不到 digital bundle， 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去启动就这个口才班的话，这样子的话是有没有违反任何的条规呢？这个你没有给钱罢了吗？我们就先上车后补票。我个人的看法啦，我觉得因为技术的不是你跟我或者是我们的区域领导他能够掌控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执行总监他都没有办法，在美国都没有办法给一个明确的，但是我们的分会还是要照样在进行啊。我觉得照跑放心，我相信不给阿曼的不会开一张罚单寄到你的分会去了。好的，谢谢曾杰讲师非常幽默的回答哈的确是不犯法的哈。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口才训练班的协调员最大的职责还有必须所做的事情大概是有什么呢？好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常常跟新朋友讲，你就等于担任四次例会的主持人，总主持人，你要去安排里面所有的四堂课的所有职务的职务人员，包括第二堂课、第三堂课的评论员，你要去把这一些给安排好，等于你就是连续担任四次例会的总主持人。因为口才课程里面清楚说明了，就是你要主持完整场的这个课程，你就是那个核心人物。所以你要邀请哪一位指导性演说的讲员，哪一位要担任语言评论或者是总评论员，其实那个是你在安排的。当然你可以跟你的会长、你的文教在做互动是否我们的会友能够来安排。当然如果你的分会人够的话，你就不需要外援。如果你有需要外援，你就要事先协调好因为有些分会可能自己的人数可能怕讲员会不够或者是辅导员会不够，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外援，你更要借助文教跟会长的这样可以吗？这样的解释就等你就当做我连续担任四次例会的总主持人，这样的话你的压力就感觉没有这么大了。好，那既然提到说可能讲到我们可能可以找外援那么想请问一下，这里所谓的外援呢，是不是一定要是讲演会的会员，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甚至整个课程把它承包出去，可能让外面一些会办这些演讲的课程的团体来做呢这样的话郑杰第一个来承包。我们不鼓励承包啦，因为这样的话我鼓励如果有些分会人数不够，你可以比例可能一定是以我们的分会为主，因为我要培训我的分会的会友能够来承办。但是我的分会的会友又不够的话，可能外援 30%， 我的分会的会友 70%。 如果你全部都由友会的来承办，各位你办完了这个课程，我对于这个分会的会友留下些什么价值呢？他就感觉我会有没有参与感领导的意思吗这个是我给大家一定是以分会的会友为优先的我觉得如果你全部都靠外援，比如说俊鹏大哥他的领导能力很好，你请他来做课程协调员可以吗？可以。但是各位，我们希望是我们的分会，然后俊鹏大哥可能某一个单元你请俊鹏大哥来分享，
然后某一个单元你可能请智力来分享啊，但是一定是以分会的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课程当中培养出我们的分会自己本身能够来，最后的目标是整个课程我的分会都可以不需要用到外延，这个是最终极目标，变成我的分会才会强大吗？明导的意思吗？对啊，谢谢谢谢郑杰大哥也提醒了我们讲演会最重要的两个中心价值、哦、一个就是、领导，还有一个就是沟通。那如果自己分会的强项是在于、筹备，在于领导的话，这样如果讲师不足、我们就去找外援，或者如果是自己分会的讲师很强但是缺乏一个协调员，这样子我们可以去找外援来协调、做这个互补的一个方式、哦、然后到最后呢，其实我们把这个价值带给新进来的朋友，我们也要把这个价值带回来给自己的分会，这个才是讲演会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的一个最大的价值。谢谢郑杰大哥的一个提醒。那我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是、除了现场的朋友问、在那个、就是报名表格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就是口才班进行增援过后呢，有一些、新会员会进来，但是他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留下来，可能过了、半年他们就离开了。那么这里、有什么可以改进，或者是有什么盲点是我们可以去克服的吗？就是让新会员进来可以逗留久一点、好，谢谢明辉。各位，那个是下一个步骤了，你把新娘娶进门，没有人跟你讲包生男孩啊，各位，这个就是辅导员制度开总辅导要开始做工了。也就是说我把人进来了，没有人跟你讲他包生男的或者包生女的啊，各位，这个是下一个环节了，没有错，他本来就是一个循环来的。你没有新人进来，你连要辅导的机会都没有啊。所以我还是回到原点，你一定有人进来，你才有办法去做好辅导培训的这些工作啊，因为那个是辅导的环节，我就不要在这里，不然等一下会影响到时间啊。刚才这位会友他问的是 后续了，我先把课程办好，先把人给弄进来。这里我要补充，我在我上一个 Pathway 的等级五呢，高校领导，我的这个哪的项目是就是推广和落实这个口才训练课程，我一共辅导了五个分会，其中有两个分会顺利的完成口才课程，有三个分会呢已经准备办了，日期时间全部挑出来的，协调员全部出来的，就最后留会没有办法办成，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人，他只招到一个或者只招到两个，他最后直接把他引进成为会员，他就没有办法开办口才课程。也就是说你要开办口才课程，这个前奏，这个协调员跟执委会是很关键的人物来的。当你没有人进来，你连课程都开不成，同意吗？在座的各位，当人，我没有新人进来，我就开不成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基本上是三个阶段，先有人进来，进来以后才怎么样来办，能够留下多少个，留下来以后呢，接下来是辅导，总辅导要辅导员要出来了，所以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啊。所以等于说我们有三个项目要去学习。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郑杰大哥啊，这个问题牵涉很广啊，他也让我们 看到整个比较大的一个图片，一个 big picture 啊，要怎样的去把人引进来，然后好把这个新娘娶回来，好好的疼她啊，然后她才可以帮我们传宗接代嘛，对不对？好，那有、在场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有的话可以马上举手，没有的话我就要结束这一次的问答环节了。那我数三声有吗？一、二。我这里补充一下，就是有关于收费多少。收费多少？如果要包赢了，最好是9999。因为那个是名师啊，因为有俊鹏大哥助阵，有智力助阵，这些都是大咖，怎么可以收这样cheap的呢？对吗？像
精进的收费呢，我们是跟我们的半年的会费挂钩的。我们的半年会费是250，所以我的口才课程的会费啊收费呢就是250。也就是说四堂课结束，如果他加入他的250就 contract 成半年的会费，他只要补上这个注册费，新会员的注册费。如果他不要加入，他认为这个活动不是我不喜欢玩啊，啊或者我没有兴趣，我只是要参加短期就好了，这个250就当做分会的活动基金。因为你四堂课，各位你要给场地费、水电费，甚至茶点等等，对吗？这些啊，因为讲员都是义务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给你做参考的。因为手册有清楚列明不允许用课程来盈利，但是你可以收取适当的所谓的场地费、水电费、茶水费，这些是允许的、合理的。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谢谢谢谢。然后这里我也顺便呼吁各位，我有这个课程有3个月的保用期，3个月内如果你有开口才课程，你认为郑杰可以做你的狗头军师啊，我乐意乐意协助，好吗？啊，后面做你的狗头军师啊，我乐意协助，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讲师郑杰大哥啊，我们的总军师总司令啊，大家有什么需要征啊资源的就找他就对了。好，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回给我们的司仪佩霞。